分开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角 A 是80度的，啊，角 A 和角 E 角 C 互移，什么叫互移呢？就是两个加起来是90度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求角 C 嘛，因为角 A 是80度，啊，角 C 的话呢不晓得，但是两个加起来是等于90度的，哦，就两个角度加起来是90度的话，我们称为互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晓得角 C 哈是等于10度。那再来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角 C 跟角 B 互补。什么叫互补呢？就两个角加起来是180，我们叫互补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角 C 啊加上角 B 哈，这个是等于互补，是180度嘛。角 C 现在是10度啊，那这样我就晓得角 B 等于多少？180减10就170度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